前铁支架。安装衔铁盘，装入衔铁盘紧固螺丝，用旋锯头贴实拧紧，将千分表安装在空气余隙测量工具上。把千分表放置归零块上，把数值归零，将测量工具放在衔铁上，千分表数值在0.15到0.20毫米之间属于正常。安装电磁阀紧帽，用斯堪尼亚电磁阀拆装工具套入电磁阀，配合扭力扳手拧紧，拧紧力矩为55到60牛米。